好，頭先老師就介紹咗點樣可以上車啦，咁我而家試下先。好朦朧啊，咩？我今天是来这里做一天的洗车妹的，不识啊，要我要请教一下老师，交给你了。好啊好啊，洗车很简单的，最重要干净。你知不知道用什么洗车是最干净呢？不知道。最重要用力。是。洗车要由顶洗到底，我们通常由车顶开始洗，然后洗完车身抹干水，洗完个拍拎就 OK 了。好，明白。洗車鋪啦，我哋會喺度製造一部先，有一部，你睇下點洗咧？第一，我哋一定要影到呢個 logo 啦，抹咗佢，左抹抹，三圈啦，好啦，跟住咁樣喎，隻手套落去，手就轉到噶啦，再嚟又抹抹 ，model，OK model， 掂啊，準，好興奮。我的手都出曬嚟咯喎，嗰塊布。繼續車頂啊，車尾咁樣。哇，好污糟啊！佢架车。好污糟啊！架车。好辛苦啊！原来洗车，佢架车真系好污糟啊！呢架车真系好污糟啊！要努力再洗多次先得。感覺好得意哦，因為未試過洗車啊嘛，好玩啊！因為咁啱個車主係朋友，就真係幫佢洗車咯，佢架車好污糟，冇錯啊！咁就會同老師一齊啦，咁佢就會講解一下架車咁樣咯。
老細係唔係嚟到灣啊？哇！超好味。